Hello， 大家好，针线是生活中最常见的，家里的缝缝补补呢都需要它，但有时候眼睛累得直流泪呢，也是穿不进针眼。今天呢，小安教你两种方法，闭着眼睛呢都能穿好线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方法一呢，把这个线放在我们这个手掌上，把针眼朝上呢，然后我们来回的摩擦这个针和线，这样呢很轻松的就会把线穿进这个孔里面。方法二，我们做一个这个穿针的神器，拽一根扫把上这个条，把这个条我们对折，然后用一枚硬币呢将它俩粘住，粘好呢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只需要凭着感觉穿就可以轻松的穿进来，因为它是双线条呢，我们再把它打开之后，把这个线我们就可以套进来，用两根线我们套一下试试。最后呢，我们轻轻一拉这个针，线就穿进来了。这两种方法呢，你喜欢哪个呢？用了这两种方法，就算老年人呢也可以轻松的穿针线，非常实用的方法，你学会了吗？看完视频记得分享和转发出去，也可以关注我，观看更多生活小妙招。下期再见。